因为我们会有远期在吸血，所以我们帮他打船就是对现在最大的帮助。 No 如果你没经验的话，你会觉得第一次很不舒服，有经验就会比较舒服一点。有牌照吗？感觉我还可以来一个装水，欸，等我一下，我要装一点水。OK， 回来了，安。有我在不一定会赢，欸，我刚那个都倒款了，但是会提高这场游戏的胜率 ，OK 吗？我就这么给你们最高的精神鼓舞了。有我在不一定会赢，但是胜率会拉高 ，OK 吗？聊天室的认不认同？我是非常认同这句的。蓝朵要吃虾吗？好像不错，哎，欸，可以吃一点，吃虾又不会吃到太饱。我觉得我最近的食量没有，就没有办法像之前吃那么多。我不知道是我错觉，之前感觉可以一次吃很多。再把对面匪类加蓝吃什么无菜单料理？哎，就是寿司的，啊。哎，无菜单料理不是都是日式的吗？早安，美好的一天现在才开始吗？从我开始赢排位的时候开始 ，OK 吧？是吧？为什么美好的一天从现在开始？应该是从你睡起的那一天，一起床就感受到自然的力量，觉得今天睡起来精神饱满，然后每天 happy happy 的，这才是最美好的开局啊！哪一间哦？好像叫食鱼吧？记得。价位应该1500多，因为那是加服务费完的，因为我还有叫一杯可乐，所以大概1700。哦，我们的蓝朵下课了，那我就先顺走你的兵了。大笑 ，OK， 速吃，我们蓝朵就是要带起我们前期的节奏。我们现在不急，我们中期很强啊！来，卡他，稍微看一下他，让他叫兵有没有？叫两只兵，我们再来回来收我们野怪，因为我们有魔龙 buff 啊，我们吃野怪其实很快啊，很有感有没有，兄弟们？我们这样好不好？很缺啊，他们减60块，我们就是赚60块，好不好？就是正负值的，继续发育 ，OK， 很碎。这个我跟你讲，直接位移过来，哎，蹭一下 ，nice， 蹭个钱，继续发育。我们是打野，我们直接打一波消耗，因为我们会有远期在吸血，所以我们帮他打残就是对现在最大的帮助。OK， 继续发育，这个雪球只会越滚越大，然后队友送的速度也有点快，我们要赶得上他们。我要赶上发育的速度啊，不然他们送太快了。继续蹲。OK， 这波去搞凯撒路的兄弟们。我意图明显，来啊！红雷，挺不挺？有问题挺不挺？还是会有点怕的。好妖啊！怎么他妈的手速是这样？完了，炸开了吗？No！ 哪里嘞？我直接被那个匪类321了，不然画面还是很精美的。快杀会很不舒服啊！如果你没经验的话，你会觉得第一次很不舒服；有经验就会比较舒服一点。欸，也不是比较舒服啊，我在跟他讲，应该说有经验就不会那么怕，好不好？就跟大家第一次都是一样的，比较会容易紧张一点。看一下。终于回来，这波直接转下了，兄弟们，全部打残了，卡进去，对，就是这样 ，game 就是这样打。进攻敌方防御塔，哎，中辅就要一起卡进去啊，怎么这个中辅不同体哦，有点不同心哦。不是，你们能明白吗？好不好？虽然我们现在才11点啊，好不好？但我相信看我的台都是比较成熟一点，好不好 ？OK OK，
这个要处理了吧，兄弟们，这个要处理了吧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盾直接拉满，输出直接照打。哎，转战，优势又打回来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吃绿蛋蛋来喽，上路爆塔，队友爽孙，这都不用省啊，这招都不用省啊，我们又要回野区 happy 啦。我来看一下这把对面，哎，几乎都软皮，所以我们其实直接出嗜血弓就 OK 了，不太需要去出龙骨剑啊。龙骨剑是什么？打比较肉的，对面是比较软的，这个没招啦。一找的有点快，还敢给我挑衅一下，老子不爽，硬点，完了，他感觉要加大了。OK OK， 再来啊再来啊，瞎换瞎换，这卡贝尼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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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迷之走位 ，No， 先打一下哦，他感觉想要哦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兄弟兄弟兄弟，我来我挺你 ，OK OK， 没有没戏唱没戏唱，我觉得这个位移回来有机会哦，来哦，北雷，拉扯一下，来一个位移，来啊坐啊坐啊，面试大屁股请坐。输出机器太无情了，哦呦，迷之进场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什么？有点硬，有点硬，好硬，好硬，好硬。大狼，哎，你们觉得这狼有大吗？我觉得他没有。好的。No bird no。走了。注意哦，有没有？我们这短短期间八分钟，又带出了一波雪球的优势。继续滚，继续滚，来哦！哎呦，这场小，哎，靠背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是吧？江湖规矩一打一，你绕两个，啊我拦嘞，谁顺走了？不是吧？啊你怎么顺我拦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我这个大分量大分量，谁看应该不会出事吧？好呗。嗜血弓，我跟你单干 A 到底啊！就这么硬气，哎呀，再来啊！二次进场哦，兄弟们，收割局，收割局，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拉一下。卡芬尼，这卡芬尼是怎样？胀气了是不是？膨胀了，摩伦普，来继续贴，继续贴，来走。上路有一个 Panda， 有一个 Panda， 我们不理 Panda。你们觉得他会想太多吗？从这里绕过来，然后直接一二三 three two one 下克我，叫你不敢，没有，我们都在互相背他。哎呦，看到他下，我有看错吗？没有，我以为他按闪现。哎，拉一下哦，我觉得这波不太稳，打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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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是很狡诈的，他们会围殴啊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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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你贴，在上面，再下来。我又上去啦，我又下来啦，我制裁又上去啦，这波按 gain 了，这波按 gain 了，真的。别闹哦，别闹哦，别 N O W 哦，别调皮哦。来，靠过来，靠过来，靠过来，狼区，靠过来，狼区。塔在下，别心在曹营啊！来来来来。我先处理这个，咱们对位先处理一下他。OK， 走了。没事。射射猪！哇哟！移形换位，兄弟们一个野位打了全部。OK， 点塔 ，bait， 再来，下课。这里下课，拜。I'm fly， 狙狙。啊，这佛罗伦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空花，空花，为你送上一朵菊花，行，睡吗，兄弟们？轻轻松松加十三分，太狠了，官方，太狠了，你真的太狠了，加十三分，我刚扣十八分，你有没有？给我一点 respect， 34分啊，兄弟。蓝夺带觉醒，我带五绝五爆，哎，没有，我刚带十爆，我最近射手几乎都带十爆，其实五绝五爆也 OK 啦，
但我觉得取决于个人，应该说觉醒前面其实刷野速度真的快一点，但就是暴击比较低。我觉得这其实两者都 OK 啦。有考虑开个图起吗？我已经在 YT 深根蒂固了，这里已经有一块根了，正在发芽成长茁壮，努力迈向200,000订阅。你去哪我就去。哎，太扎心了，扎到我那个根里面，太碎了 KO。